第二十八课。长城有8850多公里。第一部分，学习课文。课文一，生词。西北部，市区，大概，公里，火车，公共汽车，多，车票，票，几，到达，圆，快车，公交卡，公交车。专名，八达岭，长城。课文，八达岭长城在北京的西北部，离市区大概有80公里。从市区去八达岭长城，可以坐火车，也可以坐公共汽车，还可以坐旅游车。火车早上8:30左右出发，坐2个多小时就到了，车票10几块钱。坐旅游车40多分钟可以到达。每天早上6:30到上午10点有车，车票50元。坐公共汽车最便宜，普通车车票7元，快车车票12元。如果有公交卡，坐公交车更便宜。课文二，生词。通过，他，万，里，所以，原来。专名，万里长城。课文，你了解长城吗？不能说了解，通过看书知道一些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吧。长城有多长？长城有8850多公里。为什么人们叫它万里长城呢？中国人习惯用里，1公里是2里，8850多公里是17700多里，所以长城也叫万里长城。原来是这样啊。课文三，生词。张，信用卡。存，存钱。取，取钱。住，刷卡。学生证。课文，你知道在哪儿可以办公交卡吗？我家旁边有一个地方就可以办，我带你去。多长时间可以办好？5-6分钟就可以办好。我还想办一张信用卡，你知道怎么办吗？学生办信用卡很麻烦。在中国，用银行卡很方便，可以存钱、取钱、买东西、住宾馆。也可以刷卡。怎么办银行卡呢？很简单，准备好你的护照和学生证，再带一些钱去银行就行了。
好，那我就办银行卡吧。补充词语：多大、岁、多远、公里、里、米、多高、米。日常用语：一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二，太不像话了。